大家好，我是伍佰，现在在法子溪，随便找一个位置钓，在这里啊。特制泥土便当。OK。鱼的第一条武昌鱼，赞哦！多准备煮沉底的，先钓秋鱼。OK。我来拉了，哇塞！真重。绕跑了，蚯蚓被吃掉了啦，又来了，这是阿福在拉吧？那很多阿福啊，现在的阿福在拉。
虎的，我看到阿虎之秋。太多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丢，没有了。你你你，太多了。哦，中了中了，哈哈哈，中鲶鱼啦 ，yes， 好久没有看到它了。花鲶啊，是蚯蚓啊，嘴巴子张开，给你吃，来吧，继续钓吧。雨又停了啦，雨又停了，继续调查看看吧。应该是阿虎，这是哪里？跑去哪里？不是哦，武昌鱼吃蚯蚓，怎么了？
武昌鱼也喜欢吃蚯蚓的，差点忘记。很漂亮的武昌鱼。竿不摇就是不摇了，好吧，大家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如果没有时间，就下回再见啦。他这边又放，他那边又放那个肉粽下去了。不过河流侵蚀还是很强的，困难呐。然后那个位置好像不错，我的肉粽没有放多久，应该没有什么躲什么了。那过一段时间才会躲了。